吴尊偕父返金门祭祖，惊奇小三通变好近。哇、哦，这么多人是在等啥？原来是祖籍金门烈屿乡的吴尊回家乡祭祖啦。其实他三年多前宣传公主小妹时，也曾到金门祭祖，造成轰动。这一次由吴爸爸作陪，吴尊感觉更是欢喜啦。应该有两三年没有回来金门了，对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我爸爸也来这边，然后啊，非常开心。虽然在离岛，但吴尊的人气一点也不减。就被当成观光景点，他当过立委的堂哥还借用他的人气替选举宣传。结束祭祖后，他搭船准备到厦门去，对小三通感到十分新鲜。坐船会不会晃？有没有晕船？看哪有晃？其实坐船都，他们的海浪都非常的平静。这就是我的机票，对，不是机票，这是船票。船票，对对对。然后我觉得啊，蛮。方便的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就是从金门要去厦门，之前真的是很麻烦。之前要就是可能，金门要坐飞机去台湾，然后要从台湾然后坐飞机去香港，然后香港又再坐飞机去厦门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过去了。像我这一次就是船费才650块，多便宜。然后他们说一天呢，这样来回有40班哦，小三通非常方便。对，我觉得真的是要推荐这个。对，苹果娱乐新闻可以当代言人喽，报道。